兔女郎考问旧同类。哇哇哇，陈小姐，寻日招得个十几度，做乜咁薄做性感兔女郎啊？唔通要同娜姐斗过？哦，原来系帮善待动物组织手，呼吁各位市民要向皮草 say no 啊！个组织早前公开一段秘密调查短片，指内地嘅兔仔皮草养殖场环境极度恶劣，工人仲用电枪电晕啲兔仔，再监生剥啲兔仔皮出嚟，真系斋听都打晒冷震啦！着紧皮草嘅香港人，认真谂谂佢好。